Yüz mızarağı.刚睡过头了，真够狠的！赶紧想办法出去啊！哎，你帮我把上面这个打开。别做无用功了。怎么是无用功了？把门打开，咱俩就能出去了。你不来，我自己来。哎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哎哎，开了！你还不快把我弄下来！怎么？没事。你爸爸的姿势怎么不这么好看吗？什么？没事儿。走啊！这怎么还有一扇门？是有，那怎么不早说呢？我不是说了不要做无用功吗？怎么办啊？我们不会真的出不去了吧？这锁还是从外面上的。我今晚可不想在这儿过夜。喂，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走来走去，很烦。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？哎，我手机呢？我已经打过电话了。你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忙我的去了。为什么留到现在？看不出来，干活呢。这个项目组不值得你费心讨好。我可没有讨好。不喜欢做的事，不直接拒绝，就是变相讨好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心甘情愿的呢？心甘情愿？哭什么？我那就是打了个哈欠而已。喂，你凭什么高高在上的教育我？你以为所有人的智商都像你一样感人，谁的话都可以不听？我们既然来了这个项目组，我们就是大一的代表，大四的让我们做什么没问题，如果我们不做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啊。我凭什么做不好？我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大一的没问题。嗯，别人一激将你就顺从，你的智商倒也感人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就不会为了不对的事浪费自己的时间。你凭什么教我怎么做人？我有自己的处事之道。嗯，这就是你不如我的原因。云浅，你在里面吗？我在，我在。云浅在里面吗？云浅。用后去，离门远点。啊！干嘛干嘛？保安大哥，就是这里，我朋友被锁在里面了。破坏公物！别急啊，给你开。等一下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整天没回我消息，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，我就只能来你宿舍门口等你了。嗯，我手机。你看，我又救你一次，这样算起来，你是不是得以身相许两次了？就算是许，得许给保安大哥，他开的门又不是你。你就别祸害人家保安大哥了，祸害我吧。咦，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肉麻呀？我还有点不习惯。哎，秦医生，你没事吧？喂，不许看其他男生。那你拉我头发干嘛呀？你怎么会和他关在一起？巧合，你以为我想？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金教授的项目这么累吗？你问陈启南。陈启南，关他什么事啊？玩你自己的。老秦，我今天在社团受了很大的刺激。我们大一刚来的时候都是单身狗，怎么到了这学期就剩我自己一个人了呢？看着他们一个个成双成对，我这么凄惨。哎，你说，像枕头抱起来软软弹弹的，那要是抱着……